最新消息，双北疫情持续延烧，网购业者 PC Home 和 Momo 购物网双双发出声明，暂停货到付款，并针对台北市万华、新北市板桥、中和等区域暂停大型家电到府安装的服务。另外，双北地区也暂停配送上楼。详细的情况，我们连线记者陶逸轩。Hello， 主播各位观众，双北疫情持续延烧，民众宅在家也让网购业者订单大增。原本主打24小时到货的网购平台 PC Home， 最近也出现物流塞车的状况。同时 ，PC Home 也发出声明，为了保障同仁健康以及防疫考量，暂停货到付款，改为线上支付。双北部分地区暂停配送上楼服务。至于原本提供的大型家电到府安装，针对台北万华、新北板桥、中永和以及芦洲区暂停服务。另一家网购业者某某购物网也采取类似做法，不提供货到付款，并针对万华、板桥和中和暂停到府安装服务。另外，有关之前谣传医院周边暂停配送，某某购物网也发出声明澄清，是为了配合宅配业者要求，双北地区包括医院一律只配送到收发室，并非针对医院周边拒绝配送。以上是为你掌握到最新状况，把时间镜头交给彭内。